啊，我们之前学了这个，父与母是不是？学了哪三个？你读一读。嗯，对啦，好了，你看这个调号写对了没有？应该放在哪上面？对啦。然后这个是第四声，它应该怎么读的？老师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属调，对了，这是啊，我们来拼一拼啊，啊，你看是不是？他这个写对了，是不是放在 R 上面的？改过来了啊？哦，不是，这个爱戴，刚才我们读错了啊，我老师读错了，那个不是大，应该是的爱戴。对了，戴，这个是口袋，是吧？嗯，对，好，我们再看这个，啊，这个怎么读？嗯。太阳，对了，这个，派，分派，害怕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读得很棒，对，你真棒，好，这个怎么读？好棒，好，再看，贝壳，好，这个，配合，对，对，读得好棒，姐妹，对了，这个呢？浪费，对啦，我们不要浪费食物你真行，好，这个呢？第几声？对啦，喂，好，这个呢？第几声？嘴是不是第三声啊？嘴，对，嘴巴，这个呢？又是要第三声，对，璀，对了，璀璨，对了，璀璨，第几声？水，这怎么读？贝和水。好，这个呢？然后，数掉，瑞蕊，这个就第三声，花蕊。对，花蕊，啊，真聪明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看这个拼音，对，我们借助这个拼音来读这个文章啊，洗手歌，好，来看，排着队，这个写错了，这个字写错了。排着，应该是这个排着队。像，你看，走，然后做了什么？去洗手，肥皂用来搓搓，这个对，搓，你看搓搓手，
我，冲冲手，这个怎么打的？你可以过来一点，冲冲手，对，毛巾给我，擦擦手，小手洗得真干净，大家一起笑开口。哎，老师刚才问你这个是读什么？你看这个拼音，它是，哎，你看这个拼音，这是三分音节。对了，搓搓手。如果我们有些字呢，你没有学过，我们为什么学拼音呢？就是通过那个没有学过的字，通过那个拼音来读，知道它读什么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学拼音的好处，是吧？那就是搓搓手。好，你再整个你再读一遍来。肥皂，你看。冲冲手，读得很好，好，我们再看这个，给正确的音节涂上颜色，有错误的改正过来。好，你现在告诉老师啊，那个看哪些对，哪些错，你读一读这个。我们这个做什么？读什么？对了，来，好，这个呢？哦，对了，应该怎么样？对了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了，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应该在哪里？应该。这个上面是不是？对啦，你觉得很好，那这个都对的，是不是？对啦，好棒，这两个都错了，因为一屋哪一个在后面，我们就放在它上面。对，好棒啊，这个是错的，我们把这个补充完整。好，你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要补充那个，那个什么，韵母是不是？我们把那个声母都写出来了，我们补充它的韵母。韵母我们学了，我们就学了那个啊，我，一，乌，吁，然后呢，学了 i，a。喂，就是补充这几个，看哪一个合适。哎，但是这个是水还是什么？这个不一定是我们，不一定是这三个，也有可能是前面的，你知道吧？前面的单韵母，茶杯，我们首先，对了，茶是啊，第几声？对了，茶杯，这个是这个是吧？对，说得很好啊，这个是第一声，是不是？对了，茶杯。好，第二个呢？那什么花？
对啦，梅花的是这个，是不是墨 A 梅是吧？梅第几声？嗯，梅，你怎么写不出来呢？啊，梅，好，这个呢？哎，这个还没有写，这个还没有写呢，这个是怎么拼的？这个是三分音节，我们三分音节中间要借助一个什么？呵乌啊花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把三那个我们要把这个介母有的时候是一，有的时候是乌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呵乌啊花，第几声？对了，是我花啊，这个呢，嗯，是吧？那是哪一？对了，这个是整体认读音节，呜、嗯，那么第几声？对了，第一声，歌微微是不是这个最后一个是吧？微，那第几声呢？对啦，好棒！好，这个呢是什么东西？嗯，次是不是一？是不是次？对啦，这也是整体认读音节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读第几声？应该是呲词此次，那第四声是不是？对啦，刺猬，u a，那就是这个，v，第几声？刺猬，刺猬，好，OK，好了，很棒。但是这个有可能是轻声啊，刺猬，刺猬。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不是轻声啊？啊，我们这个都对了，这个也是对的。对了，是轻声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写那个声调，刺猬，刺猬，不要说，我们不要读刺猬，知道吧？刺猬，所以我们不标声调啊。如果单独的话，对，如果这个位字单独写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标四声；如果连在一起呢，我们就说轻声啊。好了，这个呢，我们把这个读一下这个儿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你看啊。啊，等一下。稍微等一下，老师把这个电话怎么给搞上？啊，北风吹，好，然后，奶奶，然后呢？你看这个，注意这个拼音，诗为垂。垂背，垂，这个地方就是轻声，垂背，问我，累，你看，le a 累不累？我说不累，我不累。对了，好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啊。北风吹，怎么了？啊，我们再来啊，你重新来。北风吹，雪花飞，我给奶奶，怎么样？垂背。
奶奶问我累不累，我说不累，我不累。好了，现在老师就想要你把那个音节中带有父韵母的 A 字说出来，好不好？你那个找 A 啊，A 的字，如果有重复的，那只说一次就可以了啊。好，你来找 A 的字。嗯，北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好，然后呢？说了就不要再说了，再找其他的，重复的就说一次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然后呢？嗯，杯子，啊，还有没有？我给对了，给。来，我们说找 A 的字，嗯，北已经有了，宝贝，这是第四声，我们要读贝贝，这是锤锤贝啊，对，注意这个锤，对的，还有呢。啊，我们现在找 A，对啦，这个类子，好，就是这四个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把它再读一遍啊，北，不是，OK，不，我们是读这个 A 的字，北。对，飞，飞，对的，第四声，累，对啦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找这个 i 的字，i，好，你说 i，嗯，对，就是这个奶奶，奶奶，好像就是这一个是吧？哎，好，然后再找那个微，对了，吹，还有呢？刚刚怎么说的？锤是不是？锤锤背，对啦，这里注意，这个我们学的这个吃嘛，吃为锤。要记住这个读啊，读锤，对，好了，我们都找到了，嗯，很不错。啊，歌中的我给谁捶捶背呀？给奶奶，给奶奶捶捶背。他这个都没对齐，好，我们都让给奶奶捶捶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。嗯，我们把这个读一下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韵母把它那个说出来来。啊，这个第一个呢，这是 V 还是什么？第几声？把这个把它的那个声调也要把它读出来。对了，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就是读它的那个韵母，是吧？对了，因为他说要把这个韵母嘛，啊，这个呢？对了，好，这个呢？哎，对啦，说得很好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拼一拼来，这个，
这个呢？嗯，对了，特爱派，啊，这个我们不写了啊，好，然后呢？嗯，好，很好，好，这个呢？嗯，很棒，这个呢？嗯，特惠退，好，把这个读一读。一起上，水水，对，读成读到这个地方就行了。对，水第二声啊，对，好，我们这个就过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也是要把它的音节补全，然后呢，标准声调。啊，第一个图形是什么？对了，把 i 是吧？白，那第几声？嗯，那这个呢？这第几声？嗯，好棒！啊，这个呢？刚才我们说了，对了，我们刚刚写了是吧？梅花第二声。哎，那这个我们看，这小朋友在做什么？对，对了，i 是不是也是 i？排是第几声？嗯，好，这个呢，第几声？嗯，都很好哇，好棒，掌握得很好啊。对，我们都写对了啊。好，我们看有这个写对的，有错的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哦，这个是对的，是吧？哎，哦，这个是吹，好，这个呢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哦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，是吧？啊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对了，对，都是上面是对的。第二个，哎，这个他们在做什么呀？那是 V 是吧？好，那第几声？对，第四声，好。好，我们这个没有学过。啊，我们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声调写在哪个上面？第几声？一声，你再数一数。第二声啊，水水水杯不对了，水杯第三声，水嘛，水水水。水是吧？水杯波 A 杯，好，这个呢？乌龟乌，第一声是吧？龟威，第几声？龟，第一声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呢？乌龟，这个呢？苏。乌是不是乌苏是第几声？第一声。啊，这个是苏什么？不是嘎，个啊嘎，架苏哦不对苏贵，我们这个地方读贵，苏贵贵子啊，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写这个就合适一点，个微贵，第几声？
对了，好，这个刚才我们白菜我们写过了，我们就不写了。你看，是对的，是吧？嗯，好。啊，这个也很容易，我们不写了。啊，我们写这个最后一个，这个倒很啊，这个呢，写第四个，它的韵母是。哦，i 对了，i 对了，这个呢，我们刚刚说了，v 是不是？这个也是 i，是不是？这是 a，刚才我们念过很多遍了啊。对呀，我都对啦。好了，我们读句子，如果哪一个符合它这个句子的意思，我们就把它打勾。好，你看读句这个。嗯，妹子在干嘛？不是，你先把这一句读一下。这是三分音节。这个是什么？记不记得有一个大西瓜，然后去，对啊，读西西一二，下怎么样？对啦，那打一个图片。对啦，我们这就不要打勾，是不是妹妹在下棋吗？啊，你看这个。对啦，奶奶，注意第三声啊，奶奶画画。我们现在温习那个温习完了，然后。